出没把你伤疤都好好的吧，妈妈对不起你啊，都好好的吧。妈妈，妈妈对不起你吧，妈妈，妈妈，那你能把你弄丢了？题目都不记得了。你在哪点阳光？他们一直在找我，但是要是见了面的话，我应该不会留在那里，估计他们会很失望吧，很难接受这个事情，就是突然告诉我我不是我父母亲生的，让我怎么说呢，就是非常的震惊，然后也说不上是高兴还是伤心吧。他们告诉我找了我十几年，应该是非常疼爱我的，也非常关心我，谢谢他们这么多年一直在找我，他们也很辛苦。其实我心里有点愧疚，就是他们一直在找我，但是要是见了面的话，我应该不会留在那里，估计他们会很失望吧。我父母不管怎么样，他们养了我十几年，对于我这样只活了十几年的人来说，这十几年的感情其实相当于我的全部了，其实就是多了一个家，这边也是我的父母，那边也是我的父母。我们真的找到孩子了，再不用到外面去找孩子了。